大家好，我是随心自然。今天是养蚕的第三天，蚕宝宝好像大了一圈，有的头部都开始变白了，有的还是小小的毛毛虫，差别还是挺大的。除了出生有早晚，有的蚕宝宝估计更能吃一些。他们不存在减肥，越吃得多越占优势。我不禁大胆地想，在蚕的世界上，进的蚕总要吃得更多一些，能吃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升级了。小小的皮囊已经满足不了胃的欲望，它们的皮不会随着身体长，眼前这条一动不动不是死了，而是在蜕皮，等蜕好皮就可以更大一些，多吃一点。